大家好，今天用我们的节目，我要告诉你，上帝朋友，他可以改变所有的东西，用你的生活，因为他爱你，上帝真的爱你，他给了他的儿子，给我，给你生活，所以朋友，你应该信耶稣。对啊，你应该相信他有力量改变你的生活，改变你的这个事情。可能现在你的生活不好，你的身体你有病了，你的金融生活你没有钱，怎么做？你就要对他说祷告，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让耶稣知道你的问题。今天我要你注意一下这个，比如我给你所有的时候，如果你不想你说很多不好的事情，比如说你对你的太太说她不好的人，她不漂亮，你对你的老公说他很怕，他不漂亮不帅，你觉得他们的心怎么样？当然不好，因为他们觉得你真的爱他。朋友，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胜利，你说的时候你做这样的，有很多人他们说很不好的事情，他们的生活，别的人的生活，他们的家里的生活是这样的，他们觉得如果他们说对不起，对不起朋友，对不起太太，他们觉得就行，可是他们的生活以后你看不一样的，你可能做这个，你可能做这个，他们的生活不好。所以现在你说的时候你想一想，如果是别的人对我说，我会喜欢吗？啊，我不喜欢，所以你不能说，好吧？上帝祝福你，下期我们会来祝福你的家人。你知道耶稣是谁吗？对于瞎眼的来说，他是光；对于饥饿的来说，他是生命的粮；对于口渴的来说，他是活水的泉源；对于疾病的来说，耶稣就是医治；对于孤独的来说，他是忠诚的朋友；对于被指控的来说，他是中保；对于失丧的人来说，他是救主；对于那些做随意决定的来说，耶稣就是道路；对于那些被欺骗的来说，耶稣是真理；对于死的人来说，他是生命；耶稣就是一切。